各位同学，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那我们上一次谈到的是这个第二章的部分，在这个2-3保险的基本用词这边。好，那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上一次我们看到是第10点，就是保险利益。好，那这边就从那今天的课程从这边开始。那保险利益其实就叫做可保权益了，那它是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因为具有利害关系而得享有的合法经济利益。那这样的利益因为保险事故发生而受损，不发生而继续持有。那举个例子来说，这个保险利益呢，它就像是说，比如说我的爸爸跟我，那我爸爸可能提供我生活费、教育费，那所以呢，如果我爸爸没有发生风险，那他持续提供给我生活费、教育费，那在这样子就是这样的关系就是一个保险利益，就是一个合法的经济利益。那这样的经济利益是可以投保的。那如果我爸爸发生了事故，那我就不能去享有这样子的生活费或教育费，我可能来源就有困难，所以我就可以针对这样的风险，然后来做投保。那保险利益是保险这个制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要件，如果保险没有保险利益，就没办法成为保险。那举例来说，我为我自己的车子投保，因为那台车子是我的，所以我对它有保险利益。如果车子坏掉了，我就不能开车上下班；如果车子坏掉，我就不能使用它；车子坏掉，我的财产就受损。所以我就可以为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的利益来投保。那所以保险保的其实那个经济利益，就那个经济的价值，那这就保险利益。那我们后面我再详细的介绍这个部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11点，保险标的物。保险标的物呢，就是保险事故所发生的客体，如火灾保险之动产或不动产、人身保险之生命、身体等。保险标的物就是保险的这个对象。比如说我帮我的车子投保，那这个车子就是保险的标的物。那保险公司怎么来认定什么时候要不要理赔给我，或是该理赔多少钱？它就是看保险标的物所受到的情况。例如说，我保车体损失险，那我的车子呢，因为跟人家发生车祸，结果撞的这样子都坏掉了，那保险公司就根据这个保险标的物所受损的情况，然后来做理赔的鉴定，如果 OK 都会赔给我，就类似这样。那我帮我的车子保，车子是保险标的物，我帮我的房子保火灾保险，因为我担心我的房子可能失火了，那失火的时候我可能损失会很巨大，所以我就为我的房子投保火灾保险，那房子就是保险标的物。那刚刚那两个例子都是财产保险方面的，那人身方面就比如我为我自己的身体或生命来投保，例如人寿保险，那或是健康保险、伤害保险，那就是以我的生命或身体来做保险标的物。好，那我们再往下面走，第12点，保险事故。所谓的保险事故是指保险所保的危险，也就是在保险契约中足以构成保险金给付条件之特定危险事故，也是保险之所以发生保险金给付义务的事实。保险事故就是说，比如说我保的是火险，然后它现在发生了火灾，那这样子呢才要符合我跟保险公司所洽定的这个保险契约的这个范围，那这样子才算保险事故。那如果我为我的房子买的是火灾保险，结果呢发生了例如像这个海啸大水这样冲进来把我的房子冲坏了，那这样算不算保险事故？那就要看保单的认定，如果保单呢有把这个部分海啸涵盖进去，那这样可以算保险事故。可是如果我买的是火灾保险，那通常这个部分呢是不含海啸的这种事故，所以呢虽然一样是发生了风险，就是风险事故不一定等于保险事故。保险事故是你跟保险公司约定好，在保险契约里面，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故，保险公司会赔的，虽然是特定的，特定的某些风险。那风险事故呢是很大的，整个大范围，只要有可能让你会有不确定感，而且会造成损失的，会让你恐惧的，都可以算是风险。所以风险事故是大范围的。可是保险事故范围比较小，例如以人身保险来说，你买的是人寿保险，人寿保险的保险事故就是人的生命死亡，
那如果我发生死亡的时候，那这样就是保险事故。可是在产生在人身上的风险何其的多，对不对？这个意外伤害啊，疾病住院啊，这些。可是这些呢，就要看，如果我买的是人寿保险，人寿保险是很局限在人的生命的死亡，那这个部分死亡才算保险事故。那其他大范围都是风险事故，所以保险事故是特定的风险，特定的风险事故才算保险事故。那发生保险事故，就是保险公司要履行它的赔偿责任。好，第三点，保险价额，保险价额。那所谓的保险价额是指保险标的物的实际价值，也就是保险标的物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内价值之总额。在财产保险方面，保险金额应受到保险价额之限制。那保险价额呢，是只适用于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就不适用。那保险价额的这个重点是在于说，它就是这个保险标的物实际的价值。那保险价额跟我们下一个要讲的保险金额其实不一样的，我们先一起来看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是指保险契约的当事人之间所约定的最高给付金额，通常在订约时由要保人或被保险人约定，作为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所应负担的赔偿责任。好，保险金额是这样，保险金额是你比如说我今天是要保人，我跟保险公司谈好我要投保人寿保险500万，那如果我发生死亡事故的时候，保险公司就给我500万，给我的受益人就给他500万，那这个保险金额是一开始就谈好的，然后写明在保险契约里面，保险金额。那人寿保险呢，大部分都是用保险金额为主，你约定的金额是多少就赔多少。比如说我买伤害保险，就是所谓意外险，我买1000万，那我这次可能坐飞机出去没有回来了，保险公司就理赔我1000万，那就赔给我受益人1000万。那所以我买多少，或是我投保多少的保险金额，就是在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保险公司他要负担的赔偿责任。那老师刚刚讲这部分比较偏向是人身保险，那可是如果在财产保险方面呢，刚刚我们举这个例子是人的生命嘛，然后买500万的保险金，那我们另外如果你是在财产保险方面，如果我一台车子，我跟保险公司约定这台车子保险金额是100万，好，那今天发生假设是买车体损失险，那车子呢发生了碰撞，整个车几乎全毁，可是我这个车子其实跟保险公司约定的保险金额是100万，可这个100万呢，在财产保险来说呢，它跟人身保险有点不一样，它是指保险公司最多帮我付到100万，最多帮我付到100万，因为我定的保险金额是100万，最多他付到100万，可是实际上付多少呢不一定，这时候就受到所谓保险价额的限制。在财产保险就有这个保险价额的限制，那什么叫保险价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就要看这时候车子发生事故的时候，这台车子真正实际的价值是多少。也许我这台车实际的价值呢，根本不到100万，所以虽然我的保险金额是100万，约定的是100万，可是不代表保险公司就要赔100，而是他要看当时车子的价值值多少。因为我这台车子呢，也许已经开了3年了，也折旧了，所以呢，这台车子实际的价值可能只有50万。那保险公司呢，不会赔给我保险金额100万，而是赔给我保险价的这个。那这个部分呢，后面我们还在详述了。那但是同学只要了解，就是说在财产保险，它是保险价额是只适用于财产保险。那保险价额跟保险金额在理赔的时候要做一个比较。那保险公司呢，保险金额对他而言是最高的赔偿额度，可是他实际上赔的不是保险金额，在财产保险，而是他会先看一下保险价格的情况，然后这两个做一个对比，然后到时候赔的时候呢，以当时车子实际的价值来赔，
所以呢，我们的讲义就会写保险价额，就是保险金额到时候受到保险价额的限制，好，意义是在这边。这个部分我们后面都会在详谈。好，那第十五点是保险费。所谓的保险费是指要保人对保险人负担保险责任所给付的对价金额，通常包括两个部分：纯保险费以及附加保险费。纯保险费加上附加保险费称为总保险费，由要保人交付保险人，又称为营业保险费。那保险费其实很单纯啊，它就是说我要投保，我是要保人，那你是保险人，保险人就保险公司。那我今天我把保费交给你，作为什么呢？作为你承担我的危险的一种对价关系，就是说我交保费给你，如果我不幸发生事故的时候，你要赔偿给我。那这样子中间的一种对价关系就是保险费。那保险费也是保险构成的要件之一，如果没有保险费，保险就不算保险。那你可以想象成保险好像保护费，对不对？保险费好像保护费，你有交保护费，那你有状况的时候，保险公司当然就出面，来支持你，然后来给付给你。可是你没有交保护费，那就没有受到这个保护的范围。那保险费呢，就是一种对价金额，它是一种对价关系。那它包含两个部分，它包含叫做纯保险费跟附加保险费。纯保险费。纯保费，它跟附加保险费。那这两个相加呢？纯保险费加附加保险费，才会等于总保险费。那一般保险公司报价给我们的都是总保险费。那这个总保险费也称为营业保险费。为什么？就是保险公司在经营的时候，你说，保险公司你帮我报个价吧，那他报给你的价格，他不会这个报给你，这个报给你，纯保险费报给你，附加保险费报给你，不会，他只会报给你一个这个总保险费。那这种保险费内含的纯保险费跟附加保险费，是这样的情况。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保险费率。所谓的保险费率是指每一个单位的保险成本，是决定保险费的计算基础。保险费率，保险费率跟保险费是两件事，但是很像。保险费是根据什么算出来？就是根据保险费率算出来。那保险费率呢？它就是像这样的概念，比如说人寿保险啊，每一万块钱啊，假设三十岁的女性保额如果买一万块，啊，三十岁女性。好，一万块，那他的保费，如果以定期寿险来说，一年大约是25元。那所以这个就是保险公司有所谓精算部门，或是精算师，由他们来计算，以30岁女性所会面临到的风险，如果她发生身故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要给付给她，那给付的金额假如要10000块钱。当做保险公司的一个基本单位，那保险公司就换算出来，那你要交25块钱。如果你交25块钱，我就可以卖你10000块的保险，所以一年就25块钱。但是保险公司不会每一个保户只卖他10000块，因为这样子就没办法赚钱。所以保险公司就会规定，如果以定期寿险，大家要记得 term life， 那保险公司呢？基本的最低投保金额，如果你要跟他买的话，要买100万。那买100万呢，相对于保费就是多少？就是2500元。所以其实它就是这个对价关系，这样子啊。因为你买10000块钱要25元，买10000元的保额要25元。那你现在呢？买了100万，是不是就是2500万？概念上是这样。那这就叫保险费率。什么？这个部分，这个东西就叫保险费率，就是每10000元25块，针对三十岁的女性是这样讲。那当然，如果今天变成是60岁的女性，
一样买10000块钱，这个会多少钱？这当然就不会25块啦，大约可能是70块。好，那这也是保险费率。总而言之，保险费率这一块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单位，就是保险公司它用来计算保险费的。好，那我们再往下走，是保险的有效期间。所谓保险有效期间，是指保险人对于保险事故负担保险责任的期间，也就是保险契约的有效期间。好，保险有效期间是指说，我今天跟保险公司投保这个保单，那我们约定的时间就是从100年的1月1号，一直到101年的1月1号，一般都是这样定的，就是直接一年。好，那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事故，100年1月1号到101年1月1号这段时间发生了保险事故，那保险公司就要负担赔偿责任。可是相对的，如果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是在101年10月10号，那这就不是叫做保险有效期间，因为那时候呢，你跟保险公司合约只达到101年1月1号。我们举个例子来说，100年的1月1号，你跟保险公司订了一个合约，然后保险的有效期间呢，就只到101年1月1号，所以在这段时间发生事故，是保险公司要负责的。可是呢，你后来发生事故的时间呢，可能是落在101年的10月10号。那这样子，在超过了这个你跟他订约的时间，就是保险的起日跟就始日，保险的起始点，保险的始日，保险的契日。那在始日到契日中间，就叫保险有效期间，也就是保险公司或是保险人必须要对你负责的那个时间。那你超过了，就没不在这个范围，那当然就没办法。好，那在保险单，保险单就叫保险证券，在保险契约订立时，保险人对要保人所做成的正式书面凭证。好，这个意思就是保单。保单呢，就是说你跟保险公司投保之后，那保险公司说，哎，我们的保险契约成立了。那可是成立，你说那我怎么知道你成立了？好，那保险公司说，好，那我发一个书面凭证给你，书面的证明，证明说我们两个已经完成这份保险契约了。那那个书面的证明就是保险单。所以一般而言，你投保台湾的这些保险，保险公司都会发保险单。有人身保险单，比如说像南山人寿啊，这个国泰人寿啊，三商美邦人寿、远雄人寿、中国人寿，这些都算人寿保险公司。你跟他们投保，他们就发保险单给你，然后上面就写大大的保险单。那如果你买的是这个，比如汽车责任险，然后或是这个火灾保险或什么的，那一样会有这个保险单。那些就是产物保险公司的，比如说名牌产物啊，这个富邦产物、泰安产物啊，这些产物保险公司，那他们会用保险单或保险卡，有的时候用保险卡或者是保险证，不过意义都一样，就是让你知道你们已经投保了。好，那暂保单，所谓的暂保单第19项是保险人在签发正式保险单之前，先与要保人签立的临时保险契约。如果在暂保单的有效期间内发生了保险事故，保险人有赔偿之义务。暂保单的意思，暂保单大部分都用在财务保险，就用在财产保险。那它的特色是这样，就是说我今天投保了，投保之后做保单要有一段时间，因为不是我今天投保，保险公司今天马上拿到保单，一般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保险公司招揽一个业务进来，都要经过核保的程序的，然后呢，收费的程序，挨直到印制保单到发放保单，它要一个流程啊。这流程通常大概有时候1-2个礼拜，快一点1个礼拜，慢一点可能2个礼拜，甚至更长一点。好，那在这段时间，你保单还没来，那你怎么知道你投保了呢？所以保险公司会在你跟他投保之后，他马上先给你一个暂保单。不过这只用在通常在产物保险，就是保险公司会先给你一个暂保单，告诉你说你已经投保了，那但是保单我们还在做，所以先给你一个暂时性的保单，对不对？就叫暂保单。可是暂保单有没有效力呢？是有的。比如说我今天投保，
然后呢，今天拿到账保单，那我明天发生的保险事故，那保险公司还是在他需要负担责任的范围内，因为你拿到账保单，其实保险是只要两方同意，其实保险契约就生效，也不一定非得拿到账保单不可才叫生效。不过账保单就是在保单出来之前的一个凭证，那账保单的那个期间比较短，因为等到正式保单出来之后，账保单原则上它就等于失效了。它就没有那个效力，因为你已经有保单了，有正式的书面凭证，正式的。好，那第20点是保险条款。所谓的保险条款呢，是保险单中规定契约内容的各种条款，可分为基本条款跟特约条款。那保险条款就是你把保单打开之后，它很多密密麻麻的文字，那很多投保的人或是民众就会说啊，那个保单条款字那么多，谁会看？对啊，那些字那么多，就是叫做保单条款。那保单条款就分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啊。那有兴趣你就可以回家看一下自己的保单，了解一下自己投保内容。那其实你跟保险公司所有的权利义务都规范在保险条款里面。那这个保险条款分为基本条款跟特约条款。那基本条款主要是规范一些大方向的，就是不会因人而异的，每个人你拿到保单的基本条款都一样，99%都相同。但是特约条款呢会不一样，特约条款呢有的时候是保险公司特别跟你约定的，叫特约条款。比如说举例而言，在人寿保险，我今天呢可能在我要投保，假设我今天要投保人寿保险，可是呢我在上个月，在上上个月我可能住过院或开过刀，那保险公司呢他还后来还是承保我了，可是他可能会在我的保单里面加一条条款，就说可能我这个住院的原因是气喘发作，那因为保险公司认为这个是 短期内我可能有住院，有的保险公司就不保，那的保险公司会保，可是他做除外，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未来呢因为气喘发作真的挂掉了，那保险公司可以不用理赔，那这是他跟我之间约定的，跟别人没有关系，那这种话用特约条款来表达，所以保险公司可能在我的保单里面会帮我多附注一条特约条款，就是说如果我这个人因为气喘发作而导致身故，那保险公司不用负责任。为什么？因为我气喘发作是在投保以前就有的事实，那这种约定呢你们两个之间的就是特约条款，不过基本条款是大家都一样的。好，那在保险金21项，所谓的保险金呢也称为保险赔款或是保险给付，是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支付给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补偿或赔偿金额。好，保险金就叫保险赔款，就是当保险公司今天要赔给你的时候，他赔出来的那个钱就叫保险金。我买人寿保险，保额买500万，那有一天呢，我真的飞机坐出去没有回来，我身故了。那保险公司呢，就开一张支票给我的受益人，也是我的太太。那保险公司开的那张金额呢，就是这个500万，就叫保险金额。可是呢，他拨出来这笔钱，我们就叫保险金，这500万就叫保险金。那以这个例子，车子现在被撞坏了，全损。保险公司后来根据保险价格的评估，赔了我50万。那这50万，我拿到这50万的钱，这笔钱就是保险公司履行他的赔偿责任。那这就叫做保险金，就是我拿到这笔钱就是保险金，实际拿到的钱就是保险金。好，再来22点叫批注单。批注单呢，简称批单，是保险契约订立时或订立后，为了适应实际需要，经过当事人双方同意，用以补充或变更原有保险契约内容的条款，此项条款或附注于保险单之空白处，或以印好的条文加贴于保险单上，成为保险契约的一部分。那这个部分呢，跟刚刚我们看到的保险条款有点类似，不过批注单用的范围可能会更广。批注单就比如说，我这个保单，我本来跟保险公司讲好，我这个在投保的时候都要写这个基本资料，我出生年月日几号，身份证字号，那我的地址、电话这些基本条件，
然后还有受益人是谁，我的太太等等。可是后来呢，我可能搬家了，我本来住在台北，后来搬到高雄，那我就跟保险公司说，哎，我要改我保单地址。那保险公司呢，就用批单的方式，批单就这边讲的批单。那这个在保险的术语叫做契变，就是契约变更。契约变更呢，然后用批单的方式帮我附注于保险单，就说，这个某某某，你已经地址变成不在台北市，而是变成高雄市，哦，比如说左营区，哦，什么什么路，类似这样子。那我本来受益人可能本来写我太太，后来我小孩出生了，那我把受益人要改成我太太，可不可以？也可以。那我就是用所谓批单的方式，就保险公司用批单的方式，可能帮除了我太太是受益人之外，第一顺位还加了第二顺位我的小孩，哦等等。那这些就是用批单的方式。那批单呢，也是保险契约的一部分。所以批单这边讲好，就是两方同意，因为你要做契约变更，你要提出申请，那办公室了解之后就帮你办了，所以这是两方同意的过程。办好之后就用批单的方式补充在保险单上。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续保二十三点。续保是指保险单在保险期间届满时，另行签发有效之保险单，或出给续保证明书，使原来的保险继续有效。好，续保的意思有点像这样子，就是说我本来保险呢是100年的1月1号起始日，然后保到101年的1月1号，本来只保这段时间，可这段时间到了之后，我还想续保啊，我还想继续下去，那这个动作呢，保险公司就跟我重新订一个新的契约，可能就到明年的再隔一年，可能就再定到变成101年啊，102年的1月1号。那这个过程呢，我又持续下去，我的保险期又持续下去，效力继续有效，那这个过程叫续保。不过通常续保就是你要继续交保险费，因为保险费是一种期初的概念，你是先交了保费，你就会享有保障，才会享有保障。那今年一年到了，其实保险公司的责任其实结束了，就是你这时候交的保费，保险公司把你保到这一年，它其实责任结束了，但是你又想继续续保，继续保下去，那就叫续保。那保险公司继续跟你收一个保费，收了保费呢就继续下去。那当然，像人寿保险的保单通常是长年期的，20年、10年、20年，甚至有30年。那种续保就是，你如果没有提出你不保，原则上保险公司就跟你催收保费，那你有缴保费，那保险公司就继续就保下去啊。当然如果你中间有没有缴保费的情况，比如说你就不收不缴保费，你觉得买这保险你也不知道买什么，没什么意义，你就不交了，那不交保险公司可能就会对你进行催，就是保单的保险费的催收，那都催收不到，那保险公司也没办法，但是保险的效力就终止就停掉了。好，那再来24项是再保险。再保险也称为分保，是保险人以其所承受保险业务的一部分或是全部转向其他保险人为保险之行为。分出保险业务者称为原保险人，而接受此保险业务者称为再保险人。好，那这个再保险也是考试蛮常考的情况。那他们的关系是这样子，原来呢，我可能在这边，我是一开始保险的被保险人，然后我跟 A 保险人订了一个保险契约。好，那 A 保险人呢，我们在这边已经有一个保险契约的存在，可是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啊，所以 A 保险人就是保险公司，他会收了很多的，等于吸收很多人的风险。好，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出国旅游，我要去日本，那我就跟保险公司买说，我要买一个旅行平安保险1000万，所以保险公司就收了一个1000万保额的旅行平安保险。那可能像我这样的人很多，那所以 A 保险公司就收了很多这样子的保单。那虽然收到保费，可是保险公司承担的责任也很大，对不对？每个人都收1000万，那假如这样的人有10000个人，哇，那这笔钱就变多少？就非常大，对不对？那这一笔钱对保险公司来讲就是很大的压力跟负担，所以保险公司就会用一个方式叫做再保险。
也就是把他收到保险的业务呢，再分给别人做。那当然，保险公司分给别人做，等于别人再去承担他的风险，就是 B 保险的。